Deja vu. I've just been in this place before. Higher on the street,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Hi, 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的是金默默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我来做一个开箱，但是已经开了，那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挂轴，还有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。那我后面挂轴是谁呢？不是我，老王卖瓜。自卖自夸，中间这个是谁？中间，哎，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是谁？中间这个是谁？啊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来一个完美手术，这是谁？那我们就不要卖关子啦，那就是我们的阿尼米露。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呢？是因为。我拍片的这一天是2月27，但是已经我刚看了我旁边的时间是2月28，我是在2月27的时候拍的。我就去了圆山的正院馆，然后圆山正院馆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动漫展 FF37。那我这边的话也有 FF37 的本子。这边，那你要入场的话，你要先买这个本子。那不仅仅有这个挂轴衣服，那你买的话会有秘鲁的卫生纸啊，这个两面都一样的。那也会有这个啦，你们一买这个都会有这个袋子的，就是真的蛮开心的。我去了 FF37， 影片也是差不多了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就下一次的直播或是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